我们下一道了 ，RV 那个就是我们的。房东，我是不是要往这里来？今天要住的地方就是这个 RV， 然后现在要去见那个 Airbnb 的房东。哇哦，今天天气很好。哇，第一次住这个地方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那边 Airbnb 的房东就住在那边。开心吗？开心。哦，就录完了，开心。这是狗狗的球球吗？应该是。Hi guys， 我们现在开箱这个 RV， 我们现在要走进去，大家跟我一起进去。Go！ 第一次住这种 RV 的地方，地上都有个 Welcome， 而且里面真的超可爱的，哇，是白色色系的感觉。我这有个沙发，然后从这边走，就有一个那种小桌子。这边进去的话，它是。欸，真的超可爱的，可以直接就睡在这里耶，睡这里有两个床。它在这个上铺啊，它上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设计就真的很低这个墙壁，感觉快顶到。可是你看那一个就没有，那个就有一个梯子。那我现在我现在要下去，小心小心，这设计有问题，跳到椅子上。哇，成功！另外一个床是在那边，可以去带一下。然后它的厨房很可爱，就是白色色系的感觉。然后床在后面，很漂亮，有没有？那它这有个 radio， 然后我刚按的 power 键，现在看有没有声音。今天天气超好的，然后刚刚去到里面看，真的超级漂亮。我朋友真的很会找到这一间 Airbnb， 那房东就住在对面而已。哦，真的很舒服哎。他走进去就是那种少女白色风格的感觉，然后完全空间就超级大。后面你看还有一个这种，然后这边有一个那种白色超大的，而且它价钱也很划算。 Grace 你觉得怎么样？超棒的。这是他找的啊，超厉害的，这真的超棒的。欸，对，他洗澡的地方在哪里啊？欸，好问题。哎，它水是很爆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久没开过。哎，洗澡在哪里？它有附这个水给你。你洗澡在哪里？洗澡的地方，哦，应该在那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觉得它洗澡的地方就是在这？哦，好酷哦！哇哦，好可爱哦！哎，很酷哎。厉害！他的马桶上完厕所冲水，他是按这个，很酷啊！哦，你看他按是这样打开，看他还有给你很多小点心，是一个冰箱，打开来，哇哦！哈，今天我们的火锅料都在这里。Jenny， 你要看这个。这是什么？烤箱哎，小烤箱哦，好可爱哦。微波炉，咖啡，我们在找机器。Tim Horton， 哈哈哈 ，Tim Horton。嗯，我要给你。看到一个瓢虫，这里有一只，这里也有一只。你要去哪里？哇哦，这个是。一个 notebook， 就是房客呢可以写一些东西在里面，像这就是之前那个房客别人的写的 house rules， 就是
一些规定它就都在里面这样子，真的很酷耶、欸、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边。我们现在在拍照。OK 、哦、天气超好的。Hello， 这是房东家的狗狗。我们现在要去一个 trail 走一走，然后那只狗狗是房东的狗狗，他们在跟他玩。就是接下来几天就是走，然后来你们想住的，而接下来人家开始了，说如果我们想要 stay longer 就跟他讲。哦，真的哦。对啊。那那只狗狗它有说什么？她叫贝尔，一个女生。她叫贝尔，她十岁了。啊，真的、哦。超喜欢你们两个。真的。在这个 trail 叫做 Mill Pond Trail， 是房东推荐的。这边有湖，然后就从这边走进去。哇，好窄！那个弟弟还在那边游泳。走下去就是有个湖边，你去看一下。We'll have a competition to see。直接走到湖里的感觉，哦，走一走就会有走到一个很大的湖边，所以刚那个人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独木舟可以自己滑。加拿大还蛮多这种森林里可以去 exploring the nature 的感觉。这个 trail 还蛮长的，然后就有这个步道可以走，漂亮耶！好，再拍照。我们现在在快要走完这个 trail， 然后这 trail 还蛮长的，然后这个步道很漂亮。Let's go back to that little place。到一半，他最后发现就是青蛙成长的过程，从一开始是 egg 的时候，到这个，好可爱哦！然后一直到青蛙 ，adult frog。我们爬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煮火锅吃。Yeah. 感觉这个 trail。这一个月运动量都消耗了，然后现在开回去。这个就是不辣的部分，白糖的部分。然后我们家这边又是辣的，这样子。两位都已经换上就是准备要吃火锅的衣服，不怕喷，黑色没带衣服。哇，麻辣的部分，哇。我们有豆皮、大白菜，然后这里也是，然后有那个玉米笋、金针菇，然后肉类有猪肉、牛肉，然后还有豆腐跟综合丸子、酸梅汤，然后汤底。哇，给大家环绕看一下这个整体的感觉。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fireplace， 晚上可以在这边。看星星，哇、wow ！应该两个就够了，就不难。好饿，好饿！我们准备要开动。开、yeah. 饭，正在等它滚当中。这个也不用，主要是碳。干杯！耶、yeah. ！我们现在要拿几个木头，把它。放进去烧，这样子。
我们点了成功，它这个还蛮快的，就是一包很像木炭的东西，然后你就一点就着了，非常的方便。然后现在天色慢慢变暗，可是我们现在就在等它全暗的时候会更漂亮。今天没有带那个 marshmallow， 可惜。上真的看起来很有气氛，因为它的那个灯直接打上来，然后这个火是熊熊。再玩一个 board game， 这是这桌面叫什么？以色列麻将。Rummy。哦，第一次玩。好吵的这个。一人十四张。一人十四张哦。你要出牌，你要先破冰。破冰是说你上面的牌，你加起来破三十。嗯。三十是例如说我有三张，十三十三，这样加起来。我的牌超完，看一下需要拿怎么出。我可以就只出一个这个，对吧？不能，因为现在是破冰，破冰就是要三十，你一定要超过三十，你才能玩台面上的牌，就是才能去组合人家的牌。哦、就你不能接别人，你不能接别人、okay ，除非你先破冰。好像，然后一定要至少出三张是吗？对，至少三张。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啊，就是呢。没有热水，很奇怪，所以现在那个房东要来解救我们一下。Oh, okay. So should we turn the water on for half an hour? Oh, no. So no, that is, yeah, take half, I shouldn't have turned it on. So let it go for half an hour. Okay. I'm so sorry it's so late. Don't worry. And then let me know. Okay. If it's still not, let me know. And I'll figure something else out. Okay. But it should be on now. If it gets cold, that's heat. Yeah. Okay. So the window right there is still open and the window back there is still open. Yeah. Just in case, because it might get chilly tonight. Okay. Just flick it over to heat and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for that. I'm just wondering how to close the window. Yeah, there's a little turning knob right there. This one? Yep. And there you go. Okay. Yep. And then same with the one back there. And then that one right there, you just give it a good push. Yeah. And then the one over on that side of the bedroom, I open it as well and just give it a good push. Okay. Alrighty. Okay. We'll try to water the half an hour. Half an hour. Yes. I'm so sorry that it's so late. Oh, don't worry. Thank you for coming. So this one has to be on, right? Just this one. Oh, but for the pump, the water pump does not need to be on, correct? Beautiful. Okay. So we'll just make sure that the water heater for electric is on and then that should be good. Right? Yeah. Okay. So we should be good. Thank you. Yes. And it wants to use the gas, so you have to press the button over there. No, it shouldn't have to. You just have to on this slide in here, this guy. Oh. Yes. Can you show you? I'll show you. Yeah, can you show me? Okay, so we want to turn, we'll say the front one on. So you turn it on to light. Okay. And then we want to spark, let's hope. Oh. Look at that. I'm not going to lie, I'm really glad and that that worked. Oh, look at that, it's like magic. Perfect. I guess you don't even need the spark. Okay. So just turn it on to light, it should let enough gas through to light it up. Oh, there you go.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Come on, send a message, let me know how that goes, okay? Okay, well don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晚上长这样，自己带了那个灯，所以我们就有那种温馨的感觉。然后你看这个包，大家全部都是 Toy Birch 的，只有我一个是无牌的。现在是火锅第二团吗？我们要煮起来当明天早餐，把没煮的煮起来。宽粉 Grace 的最爱，耶，超爱。
我们要把一个蜜蜂赶出来。出来 ，Hello， 蛋在这里。它一直停在上面。蛋 ，Here， 是把它伸出来啊。我们要准备睡觉了，这是我的上铺。然后Shauna是睡这一铺，床是这一个，哇，好像那种胶囊的感觉。Shauna晚安，晚安各位，拜拜。2000 years later， 早安。昨天睡的这个床还蛮舒服的，但是下雨下很大，然后自己带的枕，哎呦，自己带的枕头。早上好，哇，这比我们家的床还舒服。哈哈，早安，大家早安。今天我们女生说要都是要穿。就是牛仔的东西，所以我就穿牛仔裤。哇，我们昨天剩下来的东西。Grace 现在要写那个客人的留言，对，我昨天已经写好，然后还顺便介绍一下我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 就说我会介绍他们家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早餐，因为昨天我们把剩下的还有酸梅汤全部今天当早餐吃。这个 view 很漂亮哦。Shauna 现在在微波他的东西。你昨天睡得好吗？还可以耶，只是下大雨。欢迎 Shauna 在写。嗯，打不开哦。我们要 check out 了，我们打不开门。兄弟，你打不开门吗？Hi guys， 我们要 check out 了。然后这一家真的非常推荐，那我会把它的连结放在我影片下面。现在要去 Western University， 如果你是住在加拿大的人，你都知道 Western University 是超有名的大学。我自己本身很期待，因为等一下他们在。太无聊，准备 check out。你们先放，我们要走了，谢谢。这里感觉好像是一个住那个动物地方，因为它那个马味非常重。好啦，我们要走了。我们现在又要来买 Tim Horton，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长很长很夸张的队伍。这里应该已经是伦敦了，还开车大概几分钟，所以Shauna就直接下去买。我们在 Western University。Western University 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所著名医学博士类公立大学。Western University 共有12个学院，提供从学士到博士以及非学位项目的各种学科的课程。除此之外，还有3个附属的大学学院哦。大学的运动设施包括可容纳8000观众的 TD 瓦特豪斯运动场，拥有冰球场、室内跑道、冰上溜石场及网球场的汤普森娱乐运动中心，还有内建式内篮球、排球等多功能厅的校友大堂。想
是一个，好像每个科系都有不同 的建筑物。然后这个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可是很漂亮，就很大，很像城堡这样。好像是另外一个学院哎，里面的感觉。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了，两天一夜，好快！这里其实蛮有名的。Anyway， 今天呢的影片，所有像住宿的地方，还有 Western University 这些的地址连接，我都会放在我的影片下面，那你们可以点进去看。那最后还有想要说什么吗？那我们现在要开车回去，大概要一个多小时，四十几分钟。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我们现在来还车，然后就这样一个礼拜我就不会有车，因为租车真的太贵了。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 drop 到他的那个箱子里面。key drop， 我现在钥匙，现在东西超多的。放进去，然后就放进去。OK。